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徐姐。徐姐，你要到这个杨梅这里摘杨梅。哦，快点，不给我喷点这个那个蚊子。刚刚不是喷了吗？飞我的脸，脸上没喷，喷一下。这边，好，可以了。嗯，没用，没事没事，忍忍就过去了。好多鸟。昨天这个杨梅真的很好吃，这一颗比上次我们去摘，那颗好吃哦。这个甜一点，嗯，可能是长在我们机场这附近，大家吃到肥了吧？这对，那好多。你戴个手套。不然等一下那个手洗都洗不干净。嘿，掉了好多了。看这到处都掉的事儿，不摘的话就掉完了。摘红一点的这颗，这个比之前那个好甜，之前那个黑一点的就甜，这个黄红的它也甜了。再红一点的，不然又要弄梅子酒啊，杨梅酒。没有玻璃缸了，我三四个玻璃缸全部泡了酒。徐姐每天帮大哥喂牛累吗？累。很早就要喂嘛，牛不是一天吃一餐吗？两餐。好太麻烦了。之前他不是请人哥的吗？你也可以请人哥啊，回来叫他给钱，叫他自己给人工就得啦。我帮他喂就得了。嗯。哎呦，好多蚊子咬我。那等他们回来，到时候你还搬出去住吗？对的。啊。这个我没考虑过。那你就是不打算搬出去吗？肯定要搬出去啊。看呐、啊。你要是看他有没有挣到钱回来，没挣到钱就搬出去啊？对呀，他挣到钱可以，他把房子装修，我就不用搬出去了。嗯，就可以结婚了啊！装修了房子就可以结婚了。哇，好多虫子啊！我看看摘的红不红？对吧？有点青，有点青。我到树上去摘，你在这里摘。你上得去吗？上得去，昨天不是上了吗？这个好熟，它是被鸟吃了一半。我下来，你跟它亲嘴呀？嗯，真好吃。鸟吃过你也吃，不要了。嗯，不要了，那个摘不到了，不够高。这里摘了一满满一筐呢，一小篮呢，够我们两个吃好久了。我们都不用买水果了，这个夏天拿回去冻起来吃。哇，这个汗都可以洗脸了。走了，回去，不慢点。我从树上下来有点脚远了。今天我掉了一颗好大的，就这里，就这一颗，这里一颗。好嘞，走了。放点冰糖，放到冰箱冻来冲水喝。嗯，走了。